今天改造这个干巴巴泥儿已经放了有两三个月了，虽然不能玩，但是还是好好看呀。咱们就捡一点改造一下，先泡几个小时，然后把渣渣捞出来，再加点材料。大家都说我之前的衣服太小学生了，我就买了一堆辣妹短上衣，准备回来试穿一下，看看咱是不是和辣妹风，要是不行就下次再换。果然找穿衣风格很难，还是在手机上玩游戏更简单一点。我最近在玩这个装扮少女 APP， 人物是那种二次元的萌妹风，里面还好多漂亮服饰和小裙子可以随意搭配，如果没有你喜欢的颜色和风格，还可以进行服饰染色，这个粉色的染出来还不错哎。穿上染色后的服饰再搭一下发型，好像有点辣妹的感觉了，还可以随机染色出什么颜色，就像开盲盒一样。然后是这个自制漫具和自制手杖，真的好有意思，下次给你们看我做的短剧。然后再看我们的迷你，我说我很喜欢绿色，大家问我的幸运色不是紫色吗？其实这两个是不冲突的呀。这个泥有点像那种滑滑的布丁泥，反正玩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挺好玩的。好了，拜拜。